哇塞，好巨大！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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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eah yeah！ 你的手，你把那个手抬高！ Go no Batman！ 你的手，你把那个手抬高！ Go no Batman！ Don't do that！ 怎么亲上去？什么东西？什么啊？什么啊？好好的摸哦，仔细的哦。不要乱做表情。对对对，从头到脚都要摸哦，嘿，看清楚哦。等下李毅在干嘛？他摸他，你摸他，你是有病啊！导盲，你不要摸他，你不要摸他，你不要一直摸他，保持一点距离。我要导盲啊！他这样就可以，他这样就可以。OK 吗？比欧 OK 吗？比欧。我摸得很仔细耶！哦，现在不知道以为是在这里很关键。哎，我没想到李毅心地这么不善良，他刚刚还先停了一下。OK OK OK OK， 很简单啊，很简单嘛，简单。好，请摆 pose。哎，哇，这个就不能教了，哇，天。确定吗 ？OK 了吗？哈 ，OK。好了，陆硕彦，请开门。来了来了来了，买给我。张嘉云，请上车。好了好了，前面再过去一点，哪里？哎哎哎哎，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？哎，对对对，小心一点摸，小心一点。小心一点，他说比欧的头很小。不要闻，你要闻在干嘛？你在干嘛？你干嘛？天哪，惨不忍睹啊！真的是惨不忍睹啊！小心一点，不要弄坏了我的比欧。不要只摸重点而已。你这样弄下来，感觉赵哥好像马夫哦。不是，不知道在讲什么。来来来来来，快好。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差不多了。Oh my god！ 这个警戒区。手有去摸吗？有去摸手按摩吗？手的姿势哎，注意一下手的姿势。对，手臂。口水擦一下，口水。好，请快快快，时间要到了，4 3 2 1，好，可以了哦，好，带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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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够了够了，请不要骚扰我们的艺人。赵哥，带他去进猪笼啦，把拖走，把拖走，去村子口洗门风。天哪，天哪！是这样吗？不会吧！你都只顾摸，有在看 pose 吗？天哪！危险吗？终于知道老鼠屎是谁的。好 ，OK 吗？确定我要开下一位喽。来，我应该确定吧？确定吗？哦，我现在已经有点魂不在。是不是心跳加速？真的，而且我觉得我有点没办法呼吸了，现在。怎么？哎，我已经很久没有这样了，你知道吗？凉凉，我已经很久没有这样。天哪，感觉我有种青春的10岁的感觉。到底还要拖多久？我开心啊，我的戏。OK 吗？确定了吗？我要开下一位喽。哎，好。下一位，请开门。下一位，请服用。花姐，你为什么脸色马上180度的转变？哦，冷静了，现在冷静了。哦，好，陈宇强要注意一下手跟脚的位置哦，有交错的，有重叠的，请你仔细摸清楚。哎，你摸他鞋底有什么意义吗？他鞋底有 pose 吗？脸部表情，花花那种晚娘脸，你要把它摸出来。来来来来来，准备好了吗 ？OK 吗？请摆好 pose。确定吗？到底是不是全员正解？导播，请开门。老师，哎，真的是啊。哎，是老师，只有最后。恭喜梦多。抱歉啊，我们花花队又没有得分。现在呢，只赢不输，就我们最后一个机会了，对不对？看一下我们两两队的表现。比赛是小两队进攻了，好，那。
请关门，请戴眼罩。好了没？都等一下哦。好了，那我们现在请看题目是什么呢？哇！你是中暑了啦！你要不要来的？哎呦，对不对？手高一点啊！手高一点！等一下，你手手放不到地不行吗？我讲高一点啊！我这么严重？高一点啊！陈哥，撑着，撑着，撑着，撑一下！用手点着也好，用手点。你的表情，表情要时尚！天哪，完蛋了啦！不行啦！可以耶！我要赶快开门，不然我怕小梁哥要往生。哎，这个姿势还蛮靠腰的。真的好靠。现在可以开门了吗？可以，可以。好，那请开门。很好摸，很好摸。小龙哥，你还好吗？摸仔细一点哦，摸高一点，对对对，摸高一点，对对对对对。哎，摸一下肚子，摸一下肚子。肚子很重要。不要摇下太重。对。摸一下他的内内，因为他会开心。对对对，那个腿很重要。对对。哎，仔细仔细摸一下他的角度哦，他的上半身也很重要，他的上半身很重要，对。哎，他的头很重要。还有他的对头的角度，头的角度，摸一下摸一下。OK 哈 ，OK 哈。头的高度也是，脚脚也是，脚也是哦。OK 哈 ，OK 哈，很好。四、三、二、一，请摆 pose。哦，应该可以哦。小杨哥，要不要帮你叫救护车？哎呦，哎呦，太吓！哎，感觉哦，感觉真的跟小杨哥差好多，好软的感觉。对，他的穿好看起来就是帅哥。对，小杨哥随便一个套，那小杨哥买，就看得出来，前面是歪哥还是迪哥？看得出来，就五十几岁，耳朵差这么多吗？赵哥，真的差很多。有点杂，哎，为什么同样一个 pose， 人不同就差这么多？没有办法，那年轻嘛。好，请看。哇，真的很帅，水哦，水哦，水哦，漂亮。哦耶！这停到不能哈，停到不能。天哪，能摸尽量赶快摸哈。时光飞逝了，你遗忘得很彻底耶！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特别快，就像我刚才一样啊，一下就结束了，真的好奇怪哦。是，对啊，这是李毅光宗耀祖的一天。啊哦耶，屁股都没有动，你在磨什么？怎么那么开心啊？笑得很开心。这姿势很撩人，而且李毅也是模特儿，对不对？对，是的嘛。所以 pose 对他来说应该也是没什么问题，对，很简单。但他刚才跟你都老鼠屎哎，怎么会这样子？没啦，没有，没有障碍，小障碍是 OK 哈。好了吗？李毅，你 OK 了吗 ？OK 了哈，那请开门。他的姿势很撩人哦。看谁摆啦？对对对，对啊，看的是有感觉了。对哈，前面这两个摆的还算不错，是不是？对，小梁哥，要吃维骨力啦。是啊，骷髅背起来啊。哎呦，天哪，摸得很仔细呢。嗯，摸得那么慢干嘛？为什么停在这里？天哪，好想看呢！哎，呜呜，好害羞！哎，那里很痒哎，怕痒哎，怕痒啊！对，好害羞，怎么会这样啊？哦，小梁哥的眼神透露出羡慕的眼光。7、6、5、4、3、2。
时间到。现在你们四个人要摆出刚才一样的。来来来来，快！小梁哥，再忍耐一下哈，再忍耐，等下帮你。他在躲哎，不会，很明显看出来这边是 GQ， 这是 GY。